今年四月份播出的新番值得一看的都有哪些呢？不要忘记补哦。第一部轮回悬疑番《夏日重现》，转瞬即逝的夏天又能留下怎样的故事？仅有一次的机会，也想要把它抓住。帅气男主鲜活的肉体，谁看了都得流口水呀。第二部家庭搞笑番《间谍过家家》，在幸福的模板上描绘出需要的色彩，每个人都隐藏着真实的自我。大背景下的小故事，看似是智斗悬疑，其实是部穿上了皮肤的家庭日常。第三部美食治愈番《香河之物》，或许正因为我们是孤独的个体，才想要去触碰对方的影子，试着将它拥抱，安安静静去看，你会发现一个世外桃源，超治愈的。第四部三国偶像番《派对浪客诸葛孔明》，戏说不是胡说，改编不是乱编。哇操，上头了，这种质量的还可以再多来点吗？第五部热血运动番《青之芦苇》，起身追赶超越夜晚，去将那无名的感觉踢碎吧。穷乡僻壤的足球天才去大城市锻炼成名的王道故事，若是有这么一帮球员，你还会吵着要退钱吗？